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中泽。今天我想要教各位如何自拍，应该说是如何在 GTFI 自拍。我们先打开相机，做基本的按滑鼠中间，直接自拍，再按滑鼠左键拍照，这样。之外呢，我还会提供几个小技巧给大家。手机按上打开。然后再按上下左右键控制到这个相机，按 Enter。再一次，刚才滑鼠中间切换到自拍模式，然后按 F， 可以取消或开启景深，是不是差很多呢？其实就是一个让背景模糊掉的概念吧。那按 G。可以取消或开启网格，滑鼠移动可以调整角度，当你选好一个背景的时候，例如你把后面那个当成背景好，这个当背景好，我们要背对它，这样才能确定这个有进到你的画面里。那我们按着空白键并移动滑鼠，可以调整平移，按着空白键并滚滚轮，可以稍微调整远近，这是最近，这是最远。空白键按着，并按下 Delete， 重设摄影机，按 ESC 或是 Backspace 离开拍照模式，按键盘的 X 键，可以切换脸部的表情。按上可以换边框，按下可以换滤镜，按左是情绪动作，但并非所有情绪动作都可以用在自拍姿势。在画面上列出几个可以在自拍时做的情绪动作，那这边就示范几个给大家看。现在风格这里改动作，按住左键哦，帮会的兄弟之爱是可以用的，按 N 选到风格，往下好动作。好，那因为可以用在自拍的姿势很多，所以这里不会一一的示范给大家看，不然要花很多时间啊，大家就自己去玩玩看吧。那其实我之前查 GTA 的这个自拍没有太多资料，那我就做一篇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摸索。那么今天的 GTA 5在这里告一段落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不要忘记点个订阅及铃铛，也可以点个喜欢并分享出去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并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我是中泽，下回见。